真侪民众介意运动健身，但是身体操劳过多，难免会酸痛。这运动哑铃就真重要。健身教练会当配合这运动哑铃，做更较好的身体保护。这样相关的课程，甚至是会当来考证照，和家己更较有竞争力。在老师指导下，学生认真伫咧做哑铃。这是一个专业课程，指导老师爱教学生做专业的传统整复，也个运动哑铃。课程总共收216个点钟，上课结束了后，就当参加证照考试。然后让学生练习在这学期内学会十个基础手法。那这十个基础手法，它其实运用部位是全身上下都可以去运用。那在执行过程中，是会让学生去练习，说不是就单纯为了考试而去学这个手法。所以课程内的安排的话，会涵盖了就是各个部位的使用，不是只有局限于考试哦，只有做肩膀、做腰、做臀部，所以连下肢的部分我们会去做执行部分。像在前几堂课，我们还会再教到足底按摩的部分。文建系大学三年级学生就表示讲，学校有开设这个课程，所以特别来上课。主要是如何家己会当成为一名健身教练，会当针对这学员的运动酸痛做进一步疗程，甚至会当帮出来人解决酸痛问题。但是就像我们健身教练做完之后，可能他学员他有哪里有酸痛啊，或是有可能比较紧绷的部分，我们也可以帮他做处理。学运动按摩跟传统整复，其实是可以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帮助自己。然后。可以回家的时候，家人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可以使用到。在这个课程，学生会当学习到传统的手法，也个各种基本的技术。个人在放松人体肌肉、关节等等的部位，甚至即马防疫期间，政府对这个相关防疫规定拢真严。有了证照，学生毕业了后，不管是就业也是创业，拢更靠优势。中视新闻考试官戴川报道。